为英先人有策有典。几千年来，祖先一直在记录我们的历史，讲述我们的故事。这里的每一部典籍都凝聚着前人的心血和智慧，人们世代守护，薪火相传，让精神的血脉延绵至今。打开典籍，对话先贤。 知道我们的生命源起何处，知道我们的脚步迈向何方，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跟随当代读书人撒贝宁一起与尚书展开一场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你是晚生，是来自2000多年后的读书人，请先生指教。将书往往与季化为九州。牧野，是。尚书记载了几千年前的中国，我岂能不舍命不书啊？ 1900年，中国敦煌莫高窟，一声巨响惊动了居住在莫高窟的王道士。忽然有惊雷响，忽然山裂开了。 我带着工人用锄头挖，发现一个藏经洞，内藏典籍万卷。秘藏的典籍沉寂了近千年，莫高窟的藏经破壁而出，重回世人面前。 清朝末年，积贫积弱，敦煌藏经命运多舛，流散世界各地。1910年，部分经卷被运到京师。所建之典籍，写本和抄本皆有千年历史。快看，竟有上古典籍《尚书》。这是我见到的尚书文献中 最早的传世文本，弥足珍贵。我国人当把此国宝守好、护好。现在，16000余件敦煌藏经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位列四大镇馆之宝，《尚书》便是其中一部分。《尚书》被称为 正书之祖，史书之源，相传或为孔子晚年整理编纂。《
书乃上古之书，上古史书，三千多篇，太多了，不易读，不易传。三千多篇，编选百篇，更易得精髓。书，百篇，选了数年。书，百篇，为何而选？书，百篇，何为精髓？问得好啊！为何而选？何为精髓？上古先贤的言行记载在书里，让后世读书而知先贤治政之本。知先贤治政之本。读书而知朝代兴废之由。知朝代兴废之由。知个人修身之要。知个人修身之要。知先贤治政之本。知朝代兴废之由。知个人修身之要。好。在典籍里的中国，让我们一起识读尚书。先生，先生，先生，陛下有诏。陛下吩咐长者免礼。皇帝制曰：闻前朝国事福盛，汉文帝年间，文帝遍求天下能讲尚书之人，得知福生精通尚书，专门派晁错到福生家学习尚书。学书晁错问先生安好。这是陛下
颁赐给您的鸠杖，褒扬您岁长德高。奎灵，先生，何日讲书？赵掌故，明日即可讲书。遵先生安排，学生明日再来。先生，您这是？恭送朝掌故。恭送朝掌故。先生，喜儿落泪，皇帝陛下知道书的好处，百姓的好日子又忘了。先生，你是晚生，是来自2000多年后的读书人，特来拜访。2000多年后，你们还读书吗？读。我们后世尊称书为尚书。为何称为尚书？书是上古之书。先生，特来请教，书好在哪里？你们说，好在哪里？愿听先生指教。请先生指教。书我读了90多年，这里边的好处我来告诉你。我名福生，自幼读书。尧典乃书之开篇，这几句何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为何？治水。大禹还有更伟大的功绩是什么？酿九州。哪九州？福胜。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雍州，一共背了吗？
与夫土，随山堪木，垫高山大川。解其意吗？与划分土地的疆界，顺着山势行走时砍削树木作为路标，以高山大河奠定界域。夫圣答得对。齐颂。与夫土，随山堪木，垫高山大川。我童年便读愚公，就知道他的好。我们从小也读大禹治水的故事，三过家门而不入啊。大禹的好不仅只是这些。还有哪些？你看，我赐予皇帝之后，颛顼之孙，我的父亲名唤四鲧，帝遥命我父亲治水，九年未建其功，舜流放我父亲治禹山，又命我来治水，我怎不知其中艰难。然洪水肆虐，涂炭生灵，致饿殍千里，看这些我怎能不迎难受命。已十三年历经磨难，遍走华夏，访民间疾苦，与黎民同心，劈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大禹定九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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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禹定九州了。华夏安定，九州初分。知道九州指哪九州吗？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还有雍州。请先说说冀州。冀州在九州北方，以平阳为腹地，地域广大。广大的冀州是大禹用足迹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古人称大禹的足迹为禹迹。大禹说的冀州应该就是我们今天的河北、山西两省的全境，再加上河南、山东、辽宁的一部分。哇，这冀州相当大呀。说到冀州，我要说说壶口。我随大禹治理过壶口。我去过。我也去过。壶口怎么样？壶口险要。黄河怎么样？黄河泛滥。壶口险要，黄河泛滥，我们疏凿梁山，治理壶口和龙门，疏通黄河。大禹的父亲四鲧以堵塞之法治水。大禹以疏通之法治水，以黄河为主流，百川为支流，让黄河融百川而东流入海。黄河水自此奔流而下，灌溉良田。这就是大禹治水之法。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原来是大禹让黄河造福了百姓啊。治理了壶口，为太原一带的水利奠定了基础。太原这个名字在大禹的时候就有了吗？人说山西好风光，搞了半天大禹是好风光的创始人。再说说九州之兖州。兖州
在冀州之东。济水、黄河之间是兖州。兖州应该就是今天的河北南部、河南的东北以及山东的西部。兖州据说是先师孔子的家乡。孔子是山东曲阜人，据说属于古兖州。为先师感谢大运，感谢华夏九州生民，感谢先辈们的努力。渤海泰山之间为庆州，我的老家就在这一带。您老的故乡在我们今天说来，那就是山东半岛。您的老家是好地方，海产丰富，虾爬子特别好吃，还得感谢大禹。谢谢大禹。黄海泰山淮河之间是徐州，淮河与大海之间是扬州。扬州呢，应该就是长江下游地区，差不多是我们今天说的江南一带。扬州的田地是第九等。什么是第九等？大禹当年把天下田地赋税分为九等，一等最高，九等最低。扬州被划为了九等。扬州在今天可是一等一的富裕啊。看来扬州人这几千年挺努力的呀。扬州后来很富裕吗？嚯，江浙沪那都富得流油啊。当然说这些您可能不太懂。荆山、衡山以南为荆州。荆州我熟悉，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湖北、湖南，九省通衢啊。我的老家武汉就在荆州。荆州物产丰盛，你老家很好。要替家乡人谢谢大禹啊。谢谢大禹。荆山黄河之间为豫州，华山南部怒江之间是凉州，黑水与西河间为雍州。雍州在中国的大西北，那个地方出产美玉，昆仑山下自古就有少数民族定居，所以九州也是多民族的九州。对，多民族的九州，物产丰盛的九州。冀州、兖州、庆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雍州，这就是华夏九州。自此九州分定，四海会同，愿我华夏民族自此生生不息，愿九州生民永世昌宁。列祖先贤，请受赐予一拜。列祖先贤，请受福寿一拜。列祖先贤，请受晚辈一拜。Thank you.
茫茫雨季化为九州。大禹治水13年，足迹踏遍九州。愚公让我从小而知，华夏九州从何而来。晚辈，华夏为何一批？自古就是一体，打得好，先生教得好。禹公记载着大禹分定九州的历史，尚书记载了几千年前的中国，所以我岂能不舍命护书啊？不啊！尔等能不铭记九州乎？不啊！中华儿女能不敬爱大禹吗？不啊！不啊！不啊！先生，一篇《禹贡》讲得我热血沸腾。书的文字不易懂，所以要讲，所以我讲了一辈子。先生，太常掌故晁错今日前来学书。我壮年时曾为秦博士，秦其焚书之火，天下书大都被毁。我只知我藏书一部，我家存一部，项羽入咸阳，你把大火，我藏之书化为灰烬；我家藏之书，化为仅存的一部。我视书如命，我以我妻我子，为逃兵火。带上一车书，坐马车出咸阳，回山东老家。中途遭遇兵劫，爱子护书，以命相搏，被乱兵杀死。我一妻女，颠沛流离。我妻病重，那年天降大雪，小女险些冻饿致死。逃难的人真是太可怜，为取暖要烧掉一车书简。我妻誓死力拒，哭嚎向民众，妻说
书是爱子以命相搏才得保全，我妻一路挨饿受冻，已经气衰力竭，我妻深知这一车书如爱子性命，已经比他自己的性命更为贵重了。那一夜，我妻躺在我怀中，病亡，永远地留在了那片荒野。先生节哀。先生，莫要过于悲伤。说来不是我舍命护书，是我妻我子我全家舍命护书。未曾想啊，千辛万苦回到家乡，家乡也遭兵祸，只好将书藏于故宅墙内，外出避难。先生，兵火战乱，生民皆遭涂炭。先生，受苦了。二十余年，颠沛在外，我无时无刻不挂念家中藏书。待天下初定，再回家园，发掘墙壁，书简多已修毁，完整的篇目仅余28篇。我一生护书，未曾想啊，书却因我残缺大半，我愧对先人，愧对我失去的妻儿。先生，莫要牵责自身，若不是先生拼了性命，我们就连现在这28篇也无从学起呀。老了，不说了。今日长顾高兴，多说了一点。讲述开始传经。曹长谷，待皇帝陛下前来学书，我就讲讲民心天意。今天咱们讲墓室这一篇，
传穆氏一篇记。是甲子昧爽，王昭至于商郊牧野，乃是。大王，太史占卜得归兆。怎讲？凶。大王，天仙异象，烈日暴雨吧。这是有违天意啊，大王，不能逆天意而行。大王，此战断难取胜。报大王，军前报来，遭遇洪水。虎贲猛士90名已死，甲士700已亡。载太，得令。大王，还是撤了。大王，早做决断。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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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军仅有50000余人，而周王军队有70余万人呢。你是说？兵力悬殊，正是。如果什么？如果兵车能到，尚可一战。你说什么？大王，连日暴雨，兵车陷入泥泞，到不了。大王，我们不要再战了。是啊，大王。大王，撤兵吧。大王，撤兵吧，大王。撤了吧，大王。撤了吧，大王。大王，咱们撤了。大王，当真不下去了。大王。再有言弃战者，如同此物。你们可知为何伐纣？大王当然是要得天下。何为天下？天下，土地，粮食，还有什么？人和你我一样的人，为天惠民，为必奉天。大王的意思是上天是爱惜百姓的，你们起来吧。君主是要顺应天意的。大王，大王，收归家得的是凶兆，怎能算顺应天意呀？我就让你们看一看，何为天意。当地黎民，拜见大王。快快请起。怎么？周王扩建宫殿，要我们搜罗各种珍禽异兽。我被野兽咬伤了胳膊。放心，我马上命人为你医治。上座。大王，纣王为了填满露台的钱库和巨桥的粮仓，派恶吏敛财收粮，我们交不出，家中的男丁就被强掳为奴役，惨死在服役途中。纣王的残害远远不止这些。是啊，纣王还砍断冬天清晨涉水者的小腿。我父亲和孩子在冬天早上光脚过河，孩子冻得哆嗦，老人反不怕冷。纣王砍断他们的小腿，就为想知道是什么原因，简直有违天道。我父亲
对纣王的暴政稍有怨言，便被赐以炮烙之刑。他被逼在烧得通红的铜柱上赤脚行走，掉入炭火焚烤而亡。此乃禽兽之举，纣王还抛开先人之心，怎讲？我是贤臣比干的奴仆，我家主人数次劝谏惹怒纣王，纣王说我听说圣人心有七窍，抛比干观其心，纣王喜怒无常，杀伐无数，再报大王。纣王不要说了，本王见不得妻别夫，子离母，父丧命，女遭辱，每每念及黎民之苦，如同剜肉割心。我等恨透了纣王，看不到生的希望，所以冒死而来，恳请大王讨伐纣王，求大王救我等性命。您若因天意而停滞，因天意而不去伐纣，那我等就再无可期，再无可盼了。我等盼大王久矣，闻大王率西土诸侯联军出征，为救民于水火，我等特携族人前来相助。拜。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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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大王，后军报，四方黎民前来相助，以林木铺垫泥泞，现兵车已至。报大王，相助者正是我伐木族人。大王，我等族人正在为大王运送粮草，我等族人有在伤军者，以决心阵前倒戈，相助大王。尔等可听到，这就是天意。诸位大臣，诸位将军，可愿与大王一心救黎民于水火？与大王一心救黎民于水火。我军五万余人，是一条心呐。纣王七十万大军，是七十万条心。所以我军必胜，我军必胜。东方已白，召集各部迅速列阵，牧野誓师。成尔歌，比尔丹，利尔薄，于其势。成尔歌，比尔丹，利尔薄，于其势。先生，这一句什么意思？举起你们的歌，摆好你们的盾，立好你们的矛，我要宣誓了。称儿歌，比尔干，立尔矛，于其势。称儿歌，比尔干，立尔矛，于其势。称儿歌，比尔干，立尔矛，于其势。称儿歌，比尔干，比尔豪，于其势。牧野一战，庞大的商王朝轰然崩塌，新生的周王朝强势崛起。牧野一战
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铁律。人心向背，德政兴替，不仅决定战争的胜负，也决定政权的兴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国事浮生，传书共28篇，记录完毕。赵长国，28篇书你全部讲完，我将书从咸阳带出，今日借军之口将书带回都城，望上古先贤之美德传于天下，民本德政，福泽后人。赵长谷有劳了。先生传书，我一定带回都城，传于天下。送朝长部。掌故晁错，带回书28篇，入藏大汉秘府。尧典一篇，高尧摩一篇，禹贡一篇，韩庚一篇，洪范一篇，大诰一篇，子才一篇。九告一篇，军事一篇，秦事一篇。我一生读尚书，上书传上书90余载，而今将书还于天下，我已无憾矣。不知书在后世流传如何？先生，我带您去看看。经过您的护书、传书，尚书在汉朝的传播相当兴旺。刚才派晁错到您家学书的那是汉文帝，后来他的孙子成了汉武帝。到汉武帝末年的时候，人们在孔子故宅的墙壁里发现了一部尚书，但那是用先秦古文字写，我们后世称它为古文尚书。孔子的后人孔安国竭尽全力推广，使之广为流传。华夏经典弦歌不辍，先世的后人孔安国可敬可佩。
但是到了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官方所藏尚书版本失传。但是您不用着急，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泽向朝廷献出了一部据说是孔子后人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记58篇。此书虽然篇目多于您所传授的尚书，但很多内容基本相同。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但是历朝历代都非常的推崇尚书，多次把它刻成石经。但很可惜，历经战乱，大都成了断石残碑。直到唐文宗开成2年，人们用巨大的青石刻成了开成石经，这当中的尚书成为了当时以及后世的标准读本。青石刻经，青石永存，后世对典籍的尊崇存在于经典的字里行间。传承祖先不朽的智慧和无穷的力量。后来又是千年，尚书历经无数学者先贤薪火相传。先生，我带您去看一看我生活的时代吧。2000年以后。2000年以后。相当于是吧，但我们管它叫图书馆。明了。这是什么？灯。灯火。不用火，电灯。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清华简。其中发现有尚书的部分，这可能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尚书文本了。这是在做什么？这是尚书的展览，为的就是让更多人看到尚书。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让家长拿手机来下载一下。手机下载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啊，把当年那一车车的书简全都上传到了云端，所有的人用这面小镜子随时随地打开就能读书。唯音先人有册有典，典籍人人可读。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民心是国家的根本，就是国家非常重视人民的意思。这幅画画的是什么呢？这幅古画呀，画的就是浮生传经。继续。那浮生是什么人呢？今天咱们参观的是尚书的历史，这位浮生老爷爷可以说是历史上保护尚书的第一人，早在秦汉时期就为我们保护尚书，讲授尚书。所以历史上说，汉无浮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浮生亦不明其意。我们应当记住他，感谢他做出的贡献。浮生爷爷真棒。爷爷，您是要给我们演浮生吗？你这么认为也可以。那您会背《与共》吗？会啊。孩子们，你们会背《与共》吗？会。那咱们一起来背诵吧。与夫图，肥上
浮屠，虽闪寒木，炼高山大川。冀州、兖州、荆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雍州、九州，华夏的九州。你谢谢浮生爷爷。谢谢浮生爷爷。孩子们，一起去参观下一个展厅吧。谢谢先生带我们识读尚书。传承，我放心了。先生，您护书传书的故事，定当永世铭记。